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定期检验。这一台是2017的凯宴哦。那到了检验日期，我们今天来验车。一早，所以它到底是几点开，我都搞不清楚。不过现在时间才八点多，早上八点多，八点二十七分了。走，我们去挂号。哦，他叫我要到右边去。看，我们刚刚已经去加了油，然后现在又要来电车。大姐，早已经很多人了。那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是2016年9月初厂，那1月4号挂牌，所以检验日是12月4号到2月4号。这到底是997还是991啊？后面是992，它看起来是锁大螺丝，好厉害！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车？它后面很漂亮哈，它是一台992，主要看起来是锁大螺丝。为什么那么厉害？对啊，他锁大螺丝，超强的，猜不透。那看起来又不是陶瓷的。突然这样会有觉得有很多台保时捷有吗？只是我们是休旅车。我们家车也好漂亮。可他为什么要验这么新的车？老班，这样来了。是是。哎，要轮到我们去验了。
他说这一台嗯，我也想开911啊，感觉911比较炫的。不要这样。这个胖胖车前轴1209，感觉很重，应该有2000公斤吧。哦，它这个比较麻烦哦。那我等一下会开这一台来 ，BMW 啦，老 BMW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等一下会开那一台来，因为检验日也到了。然后等一下会开另外一台5678来的，这台是5678，另外一台也是5678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像是罗百吉唱的嘛，是不是？对。两个灯泡60块吗？前轴说1200多哈，后轴哦又1000多少，天哪，这车有够胖的，2272，实在是受不了。我想要拍那个它的重量，拍不到了，2200公斤，这个实在，不过也因为比较重，我觉得。车子很稳，今天可以验3台车。这个是我们的5678刹车检验中，现在在定期检验。车子就是5年以后每半年，每一年要验车一次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像这样啊，就检验完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下一次就是115年的1月4号，一年后了。然后这样子花了450块。好了，有好玩的再持续分享。那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就先这样，因为我还要回车库去换车。那拜拜。